那我得按照录音。大家好，我是琳达。今天呢，跟妈妈一起来到锡林浩特，是要干什么呢？我们两个要去北京，虽然不是去旅游，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荣幸的任务，就是再次要去央视这个节目组拍摄美食。所以今天是带着妈妈，带着家乡的美食，去我们的首都去做推广去。这次呢，我原本是打算自己去，我可能觉得今天到明天拍完就晚上回来了，时间有点赶。然后正好，我明天晚上的这个航班取消了，然后妈妈又说，想去看一眼，然后就带上妈妈了。待会儿我们去机场，去机场之前吃个饭。念好了，买了个这个，辣，这是很甜，对不对？这多少钱？皮，哇吗？多少馒头？去机场之前还稍微有一点时间，带妈妈逛会儿街，等她换衣服呢。往机场走了，拿上登机牌了，我们等待就可以了。嗨，机场快点走。시장끝나야됐어화요일에화요일에니가니시장내장갑아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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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아
久不见，我刚到，你都化完妆了是吧？这是我的，还有一小色可以。对呀。看我，今天我谁？一三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。什么？不疼。来，我小弟弟，来，走场啊，男的。啊，我们拍摄完啦，拍摄结束，酒店顺利，我好大哟，我好瘦，这不是。谢谢啊，我太渴了，你们拿上。哎，一人一瓶快乐肥宅水。我们去觅食见。